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开诚，我中午刚刚到酒店，你们看，我今天穿的这么隆重，这么正式，你们猜得到我要去参加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吗？这个活动它非常的盛大，时尚并且国际化。对了，它就是浪琴表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。那一会儿的比赛呢，就在我们的国家体育馆，也就是鸟巢举办。我记得2008年8月8号那一天，其实也就是我的18岁生日。那天起，我就一直想要去鸟巢，可以亲身经历的观摩一场比赛。那这一次的这个国际马术大师赛呢，也非常的厉害。从2011年开始，它就一直在北京的鸟巢举行，至今为止已经快要10年了，也成为了北京的一项年度体育盛事。能把一个将近10年的国际体育赛事做得越来越好，非常的不容易。而我们的浪琴表呢，也已经与马术有了将近150年的历史渊源了，非常的难能可贵。所以今天特意佩戴了这枚浪琴名将系列腕表，盛装出席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也应该出发了。